就确实感受到了一个现场观众的优越感程度，因为可能是比较久之前才开始，就之前只能在就是电脑上看见转播，对，或者是听其他的。全军出击。双人组是设限额发的一版本，几乎是90%以上出场率的一个双生物是对线上的压制的一个企图是不言而喻。突然之间加上一个蓝色的切法直刃出门，然后带了点火跟艾琳的一个路，线上想要做的是一个法。Thank you.
轰炸他们！
们领教一下重型符号。
teams in the world.